谢谢。请坐，米卡，请坐。哇，不愧是时尚界的出名的上照啊！谢谢。欢迎米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米卡和直播间前的宝宝们打一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是 Into Mika， 接下来我会和 Addiction 一起为大家来超多惊喜。接下来米卡呢会在我们直播间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超多的惊喜啊。首先还是先要感谢米卡。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直播间也有小伙伴问到啊，我们来想来看一看米卡的购物车。双十一抢付尾款的第一个晚上，对，你的购物车当中都有哪些宝藏好物呢？那里面有 Addiction 的床油和床膏，很好用，推荐大家。很好用。哇，那看样子你的购物车当中充满了我们 Addiction 的唇釉和唇膏啊。看样子呢米卡非常喜欢我们 Addiction 的品牌，所以作为我们 Addiction 的唇妆大使，一定对我们口红的色号也非常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米卡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米卡对我们 Addiction 的色号到底是有多熟悉呢，好吗？那大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这身旁呢有一个色号卡，这是一个色号卡哈。我们接下来将进入到游戏环节，亚光唇釉色号连连看的环节啊。我们要请米卡呢用这支笔来连线你认为的色号和色号的名字。好的，来，有请。明白。啊 ，OK， 好可怕。它连得非常的仔细啊，但是速度也很快啊。我们待会儿。我是知道答案的，我待会儿为大家揭晓答案，它连得到底对不对啊？遇到了什么样？思考一下吗？没关系，我不会霍乱军心的，我不会扰乱你的思路，但是我会一直跟你说话。哎，对，我们还差这最后一个是吧？是的。OK。一定要画得很笔直是吗？好的，那你确定你的答案是不是？是的。做完了哈，这道题做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哇塞，不愧是我们的唇妆大使啊！真的，答案完全正确，而且这个线画得也太直了吧？对，所以不愧是我们的 Addiction 唇妆大使啊，对我们的色彩的熟悉程度相当的高啊。那么我们当中有看到啊这几款颜色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比如说我们的102号纸米恋你和101号米氏偏爱这两款呢，也是我们这一次 mini set 里面新出的这个限定款啊，而且只有我们的迷你套装里面有啊。我们的迷你套装。好的。可以吗？102，这是102。好的，102号这里面迷恋你和101号迷失偏爱这两个颜色我非常喜欢，也想对大家说迷恋音乐，对不起，迷恋音乐也爱大家。迷恋音乐也爱大家啊！哇塞，大家有没有听到米卡对你们的表白啊？这个表白哇！而且这两个颜色大家看到了，不光是颜色很好看，而且有注意到它的名字，对不对？它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意义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让他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两款呢，只有在我们这一次的迷你套装里面才有哦。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Addiction 的炫影印记哑光唇釉啊，姐妹们，天花板什么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它真的是 YYDS 高级的雾面质感，高显色度，轻薄的质地，而且更关键的是呢，它还有超强的持久力，不沾杯不脱妆，对我们的口罩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要戴口罩嘛，而且平时通勤化妆比较多的姐妹们，我知道大家的烦恼就是你每次拿下口罩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口红印，对不对？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是区分谁的口罩，你就看里面是的口红颜色就可以了，说明这个对我们也形成了一些困扰和烦恼哈。但是我们的 Addiction 亚光唇釉呢基本是不沾杯不脱妆啊，在日本的这个专柜的人气王啊，人气断货王。而且我也听说今天我们的米卡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好，请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算。怎么算？
还有怎么爽，还有因为 addiction 每一只都很好看，所以我帮大家搭配好了，哒哒、你可以帮我哒哒，这个对吧、这个对吧、好，哒哒，就是这两款 mini set mouth selection 是这个 mouth selection 比较适合春天和夏天，对，零零一，对，零零一，香水蜜桃，还有 terracotta selection 是这个 terracotta selection 这个更适合秋天和冬天。好的，大家看到，对，米卡刚才拿的这两款组合套装都非常的适合日常，就像他刚才说的，我们的001呢很适合春天跟夏天，而我们的002呢，哎，右边的这个，对，就非常的适合秋天和冬天啊。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刚刚在米卡做的这个色号连连看当中呢，其实我们游戏当中的这些颜色呢，就是这六支亚光唇釉的颜色啊，就是在我们 mini set 里面的001号、002号这里面的颜色啊，就是这些，是不是？是的。好，都非常的好看，对不对？非常好看。那么还有，来看一下啊，这个 mini set 里面呢，我们必须还要隆重的给大家来 Q 几个啊，比如说我们的009，是不是？这款好看吗？好看。是的。我觉得都很好看，这一支我很喜欢，很适合秋天和冬天。对的，我觉得是的，因为它是在002的这个 mini set 的限定套装里面嘛。刚才你也说了，这整个套装都比较适合我们的秋天和冬天的日常啊，对不对？对。所以他刚才所说的这款addiction 亚光唇釉009呢，哎，在我们二号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它有一点。棕色系是吧，带橘的感觉。哎，我帮大家上手试一下好不好？可以。待会儿你再试啊，我先过过瘾好吗？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啊，哇是不是棕色系带点橘调啊，就是那种超正的南瓜色。超正南瓜色这个颜色在 ins 上特别的火。那你如果是薄涂啊，薄涂的话，大家看我们下面这个，如果是薄涂的话就是日杂风，那如果像比如说上面我刚才一下子就抹得很厚嘛，厚涂就很显白啊。现在我的手都变白了，对不对？所以喜欢的姐妹们一定不要错过啊，赶紧点击我们下方的五号链接选购套装色号002号色。那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福利要给大家啊。比如说呢，我们前3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1的，前2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2的，我们都会加赠盲盒玩偶。那么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非礼盒装的，我们会加赠口红收纳包。哪一个是口红收纳包？哪一个？啊，这个，哇，上面还有你的签名。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皮的，帮我们打开好不好？好。哦，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镜子，这设计也太贴心了吧！宝宝们，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镜子啊。所以我们限量前500名姐妹啊，刚才我说的前3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1的，前2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2的啊，会送我们的盲盒玩偶啊。那购买非礼盒装的，我们会加送口红收纳包。而且呢，我们的礼盒里面，礼盒里面，哎，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你的周边哦，周边嘛是，好厉害。那把周边也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今天的东西，这个礼物太多了啊，对，这些都属于你的周边嘛，对不对？来给我，好，首先是这个，还有是，这个，然后还有日历。很多的日历，对，日历，稍后还会有更多的周边啊，我一一为大家介绍啊，每个都会 Q 到啊。那么除了我们的周边呢，购买2支炫影印记亚光唇釉6.5克，还会赠送明星日历一套，就是这个日历，就是明星日历一套，而也是只有前500名才有这样的福利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个啊，米卡，你还想看哪一个呢？这个是蜜桃豆沙，你是想说这个是吧？蜜桃豆沙是的，蜜桃豆沙非常日常，怎么都不会去搓，我觉得，对吧？哎呀，你看我们的不沾杯效果啊，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测试啊，我们这个。
我就待了这么一会儿哈，真的是不沾不沾。哎，这是我们的米桃豆沙色，非常的日常， 对不对？那么这一款呢，好吧，那我也给大家试一下啊。我刚刚把它也都擦掉，那我在干这个手没有涂抹的地方给大家来试一下这一款 Addiction 的亚光唇釉016。上嘴的话呢，我先上手啊，上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哇，这个颜色哈，它就是豆沙水蜜桃的颜色，非常的显嫩，而且会非常的少女中性调的红豆沙玫瑰的颜色，又有红豆沙的感觉，然后又有玫瑰的感觉啊，就那种温暖柔和的感觉，而且这一款在 ins 上也特别的火。那我在手上试呢，因为不是纯嘛，可能稍微会有一点暗啊，但是一点都不会显得沉闷。红色、紫色、棕色这三种颜色在我们这一款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平衡，非常好看，是不是？而且有没有感觉就是既有轻熟，又不会太刻意的这种大女主的调调哈。所以这一款呢是在我们的4号链接当中，大家赶快下单了，赶快下单。我们的套装色号001号色。而且还要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啊，一定要赶快给大家播报，让各位听清楚啊。今天我们购买呢还有直播间的福利，比如说前3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1的，前2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2的，我们都会加送盲盒玩偶。那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非礼盒装的，我们会送口红收纳包，也是限量500个啊，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只有前500个下单的小姐妹们可以获得我们赠送的这些超值好物啊。那当然如果大家要单独购买的话呢，今天购买幻影印记亚光唇釉6.5克装两支装的啊，就可以得到明星日历一套。你的日历，对，你的日历是的，这个是日历。对，那这些赠品呢也都是今天晚上前500名的小可爱才有的哦，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500个人很快就满了啊，送完了就没有了啊，同学们。那喜欢的姐妹呢抓紧时间啊，再点击下方的链接。所以而且我还想说啊，为什么说超值呢？一款在我们 mini set 里面的这个色号，除了热销的这个人气色号之外，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给大家试的哈，这个限定颜色只有我们的 mini set 里面才有，对吧？我们的限定颜色只有我们 mini set 里面才有哟。所以一支唇膏的价格入手三支 mini set mini 的亚光唇釉，是不是超值啊？真的是的是的。我很喜欢102是，我来帮你找啊。好，是是是是，我很喜欢102号，只迷恋你和101号是这个101号。刚才我涂这个。迷失偏爱，这两个限定颜色是我的最爱，我觉得。这两个是101和102号。这两个是你的最爱，是不是？对。那Addiction 这一款的只迷恋你102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是比较华丽的，对，是比较华丽的粉红色啊，是比较华丽的粉红色，非常适合郊游或者逛街的时候使用，有一种甜甜的气息哈。而这一款呢，我们米卡手上的米氏偏爱是深色玫瑰系的，你就是更加热情一些。那这个白天抹，比如说啊，白天去逛街哈，那晚上了我们要参加 party 或者音乐会啊，就很适合他手上的这一款我们的米氏偏爱。而且这一款呢，你要是抹的话，在着装上肯定就会再需要的热酷一点的服装哈。所以姐妹们 ，mini set 的到手价249，速度上车了，赶紧的啊！前500名我们送这些东西，刚才已经强调过了，晚了就没有了啊！来。好的，102，好啊。哇，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宝贝们，是你也辛苦了。直播间前的宝贝们，我相信都已经非常的心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整场直播当中还会有更多让他们心动的环节啊，也需要你呢把很多环节跟我们一起来揭晓啊，很多环节都要靠你了。所以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我们第一轮的抽奖环节，我们要抽取2名幸运的观众朋友，赠送我们前面说到过的。mini set 礼盒，这个、嗨不嗨？对不对？所以这个环节啊，大家注意听，仔细听好，神经紧绷了，动动你们的小手。我们要开启第一轮抽奖环节的弹幕，输入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mini set mini set 就是我们第一轮抽奖环节的关键词、就会开启这个抽奖环节啊。那我们抽奖的游戏规则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会等米卡哈来喊三二一停，他一说停的时候呢、我就按照他的指令随机截取我手机上面的这个截屏、那么当时这一时刻截到的屏幕上正确第一位正确输入 mini set 我们的口令的我们弹幕口令的小伙伴就会获得我们的 mini set 礼盒、对好了，那 are you ready？ 我们开始吗？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mini set 我看一下啊，看一下，稍等。大家还在爱你的阶段啊，爱你爱你爱你来 mini s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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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轮抽奖环节的口令是 mini set mini set 是英文，所以有一点难，我觉得对、我们可能会有一点 MINISET 你们都给你们剧透了都把答案告诉你们，关键词是 mini set， 对，第一轮抽奖的关键词就是他们的评论弹幕太多了所以发 mini set 的可能还没有上来啊，他这个在 mini set 正在发送当中啊，被别人被爱你的人已经顶下去了、所以你再给他们提示一下怎么拼啊，有好了好了，那你准备来等一下等一下，好好，三二一听好紧张啊，我感觉这是我此生做过的最紧张的事情。那么我来圈一下啊，我用红色粉色的笔再圈一下。哎呦不行，我把它盖上了，我的笔太粗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位呢，能看到吗？那么请我们这一位宝宝，恭喜你啊，不容易啊，在众多的米卡爱你好爱你的这些弹幕当中啊，能挤上来 mini set、请您呢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拍下订单后等待着收货，收到货之后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会把这个钱款退给您啊。同时也提醒各位小伙伴，为了避免双十一期间咨询量非常的大给大家带来不便，希望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联系客服，好吧，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联系客服啊。这位小伙伴请注意啦，我知道你已经在你的家里面尖叫了，再次感谢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请米卡为我们来，对，要为我们来抽取第二位啊。好的，好，哇，你们 mini set 现在他们的 mini set 已经上来了啊。好的，可以吗？可以，好的，我等你的指令，三二一听。哇啊，刚好截到一个你非常帅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我看到有吗、有这个人好难画这个人宝贝们不要着急啊，不要急不要急啊，好来看一下他但是他能看到吗？对不对？所以请两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啊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领取奖品大家注意啊，这里提示一下各位，一定要先拍下我们的产品，拍下我们的产品，然后呢联系我们的客服，收到货之后联系他就会给您进行退款啊。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那防止咨询量大，明天中午12点左右的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哎呀，那没有抽中的小伙伴没有关系啊，恭喜你们，我们今天是的，恭喜他们啊、不要着急，我们今天整场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福利，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同时呢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前500位啊，还有刚才我说的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好吧，除了原先承诺给大家的赠品，我们还会有加赠，比如说呢我们前3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1的，前200名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礼盒002的、我们会加送盲盒玩偶、那么购买亚光唇釉 mini set 非礼盒装的，我们会加送口红收纳包，上面有米卡的签名啊。前500名购买2支炫影印记亚光唇釉6.5克加赠明星日历一套，前300名购买隐炫耀目唇膏的2支的，我们会加送米卡的人形立牌啊，在这里米卡的人形立牌。那么前300名呢还有前300名购买隐炫耀隐炫晨露光焕唇油的，
哎，我们会赠送什么呢？我们会赠送明星贴纸啊。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赶快啊，先到先得。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当中，不仅你下单的手速要快，而且待会儿我们的弹幕的手速也要快啊。啊，我们期待待会儿我们抽出更多的嘉宾来，更多的宝宝啊。好，那么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的 Addiction 品牌呢是专为追求个性风格人士所打造的一个原创品牌啊。无穷的这个色彩和质地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且我们的设计呢简约时尚，也非常便于随身携带，对不对？你看这些都非常便于随身携带。并且打造量身定制般的那种奢华的质感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Addiction 超酷的Addiction 叠图玩法，叠图玩法啊，因为我也听说呢，我们的这个唇妆啊，有很多的叠图玩法，不仅很好看，而且还能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啊，是不是？来，我们要开启这个环节啊，我也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啊，其实米卡，我们女生啊，叠图还是比较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就会经常的去叠图，因为除了我叠图能改变颜色，我最重要的是能改变它的质地，比如说我可以让亚光唇釉的这种感觉，我再叠图一层唇釉，哎，它就会很亮，不灵不灵，哎，那它的光泽度呀、细节呀，啊，包括帮我去消除唇纹啊，它都会给我这个让我的嘴。很好看，很性感，很嘟嘟唇，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好，所以这个是 Addiction 的，你可以帮我们，这个吧，好，这个我可以，好，这个是 Addiction 的光环唇釉，我觉得很好用，很好用，我觉得，好。好，那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这个试一下质地好不好？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Addiction 的亚光唇釉了，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是吧？我们这些唇釉也给大家上手试过了，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Addiction 的光焕唇釉。那唇釉呢，其实是我们唇部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嘛。能够让我们的肌肤吸收延展性更强，所以呢唇釉最重要的选择原则呢就是要含有健康的这个油脂的护唇油，才能够达到唇部保湿啊、滋润啊，我说的嘟嘟唇的这种效果哈。所以我们 Addiction 的唇油呢是添加的健康油脂，而且都是大有来头啊，比如说像是橄榄油啊、荷荷巴油啊、麦卢卡蜂蜜啊、乳木果油啊、角鲨烷啊等等这些。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也想看，你也想看，哎，来，我来了啊，哇，很漂亮，那个，对，大家可以看到啊，哇哇，是不是它会有，你会发现它的滋润度会非常的高啊，这是我们的Addiction 光焕唇油007号，中文的名字叫做轻咬，对，哇，好标准的啊。它整体呢各位可以看到都是清澈透明的这个粉红色的效果，有点淡淡的粉红色，而且它的滋润度会非常的高。我们现在秋冬到了嘛，在秋冬保湿同时又有微微提气啊，提色，感觉我们的这个气色会很好哈。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颜色就会非常的推荐。而且大家如果遇到唇部非常干燥的时候，你涂上就厚涂，涂上厚厚的唇油，然后呢再贴上一层保鲜膜的话，休息5到10分钟，可以让我们干燥的唇部快速恢复水润的状态。所以我个人也是比较推荐啊，就你说的这一款。担心我们的唇釉会拔干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入手我们的这一款啦。哎，是不是？是的。Addiction 也光唇釉，唇釉和光焕唇釉的效果也很棒，很不一样，我觉得。是的，就是Addiction 亚光唇釉，亚光唇釉和我们的光焕唇釉的效果，对，非常的棒，非常很不一样啊。就像米卡刚才说的，Addiction 亚光唇釉和光焕唇釉的组合呢，会让我们原本亚光的唇釉。我们原本亚光的唇釉哈，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啊。所以，哎，你看，所以那今天你给大家的这个叠图组合要怎么搭配呢？我比较推荐 Addiction 亚光唇釉。亚光唇釉。亚光唇釉
零一二，是这个零一二和光棍穷游零零二是。哦，这个我喜欢这个颜色。零零二还有阳光穷游零一六，零一六是这个零一六和光棍穷游零零四，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好，我可以帮你拿，没有关系。对，没关系。好。那我再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哈，就是说我们的姐妹们来看一下啊，我先帮你拿，来到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哈，我们的对的，我们012 addiction 亚光唇釉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呢是一种深邃的红棕色，那我们为大家先来试色好不好？好，你看你来试，这回轮到你 ，It's your turn， Are you excited？ 好，小心啊，好的，来，好，我帮你拿啊。哇哇，它是一种深邃的红棕色。对，它是一种深邃的红棕色啊。嗯，啊，我很喜欢这个。好，你很喜欢这个是不是？咦，好，交给我吧。那你要在012亚光纯釉的基础上叠涂的是，你刚跟我说的是这个对吧？你很喜欢这个颜色啊。在012亚光纯釉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叠涂一个，不是我们会，他会哈，他会叠涂一个002 addiction 的，002 addiction 光焕纯釉。这个大家看这个颜色呢，它也是像蜂蜜一样的透明黄色啊，对，像蜂蜜一样的透明黄色。哇，你们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叠涂的效果，谢谢。整个叠涂的效果呢，你会发现是特别的水润的感觉啊，非常水润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这个002光焕纯釉的基础之上呢，唇釉呢会显得，这个深红色，它显得更加的饱满、丰润、深邃，更加的显色啊。这个深红色会更加的显色。好，那接下来是第一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是你刚刚说的016号啊。哇你来016号的亚光纯釉、很不一样。哇你们可以看吗？可以，他们应该可以看到。对不起。好好，还有叠涂它004。哇，很漂亮，这个这很灿、很灿。004的光焕纯釉，好的，哇，有那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这两个，这两个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接近。刚才上一个组合两个颜色都很独立啊，是吧？但这一个呢，就是米桃豆沙加上了珠光的感觉。那大家想一下，在嘴巴上哈，在我们的唇部上，会让你的唇部更加的饱满丰润，而且更显气色，对不对？而且也是感觉是不同的风格，真的是，你是什么样的风格，你就是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搭配啊，对不对？白天晚上都是不同的风格啊。好，非常好。是的，我觉得 addiction 夜光唇釉和摇目唇膏搭配也很棒。对，刚才你试的这两款都是亚光唇釉和光焕唇釉、耀目唇膏的这个和光焕唇釉的搭配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试一下的是他刚才说到的，你要来试亚光唇釉和我们的耀目唇膏啊，共同来搭配一下。你不要擦，不要不要，我不想让你擦，对不起。那你待会儿拿这首饰吧，这个吗？对，你可以吗？拿这个首饰，或者这个地方还能可以再试一下哈。好，好呢。给，好的好的。擦擦擦擦擦擦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必须要拿出我们的这个。好，这样啊，我们在试这一个之前，我先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耀目唇膏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两个，现在是外观完全不同的一个产品了哈。我们来看一下，
那药木唇膏呢，刚才 addiction 刚才 Mika 为我们提出了这个 addiction 的药木唇膏，这款的唇膏呢也是光泽感非常强的唇膏，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色泽度呢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不上手了吧，待会儿让 Mika 上手好不好，上手之后呢大家会发现非常的好推开啊，所以呢你的色号推荐，你推荐一下色号，然后我们共同来上手好不好，addiction 也光床就一定上啊，就是你刚才涂的这个一定上和 addiction 好，还有 addiction 摇木床膏零零上零零上好，还有牙冠床膏零零九哦，好的，和摇木床膏零一四好，牙冠床膏零一零，还有和摇木床膏零一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三对，还有特别推荐牙冠床膏零零九，哇好多，还有一个和摇木床膏零一四，零一四哦，零一四啊，零一四，亚光唇釉零零九和药木唇膏零一四 ，OK， 我知道了。那米卡的意思呢，就是他特别推荐的这三组组合，当中呢会有一款非常推荐的，对不对？好，会有一款非常推荐的，我可以帮你。好，没关系，谢谢。那我们先来试，你这个非常推荐的好吗？可以，好，是我们的亚光唇釉零零九号啊，亚光唇釉零零九号和药木唇膏零幺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零零九啊，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土橘色的调调啊，这个要在一个新的地方试一下。我们先来试它这个特别推荐的这一款啊，是一个土橘色的调调。那这一款零幺四呢，对。大家看一下，是个土橘色的调调，对不对？我们前面说过，也非常的火啊。那零零九呢？比如说先薄涂一层啊，然后我们再用零幺四。好。这个是下面的。对。好。我们再用零幺四，零幺四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紫色的调会更多一点，所以先薄涂了零零九，然后零幺四涂在中间一点的位置。那大家平时在操作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先在中间的位置涂一点零幺四，等它稍微干一下，然后我们再涂一点啊，这是我们日常在唇部上的一个操作，把它晕开，是不是颜色非常的好看？非常好看，对不对？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啊，其实。这个整体还是有差别的，但是没有想到，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哇塞的啊！是的，而且很滋润，非常的滋润啊！滋润，我同意啊，也特别像我们最近超火的这个镜面唇妆啊，镜面唇釉的感觉，对不对？对，没错 ，addiction 牙木唇膏质地非常棒，叠起来非常好看。是的，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叠图好不好？刚才呢？我们还有你刚才比较推荐的，我们亚光唇釉零幺三号和药木唇膏零零三号的组合，这两个组合呢，其实是比较亮的啊。我们的零幺三号，我帮你弄出来了，谢谢。我们的零幺三号，哇，亚光唇釉零幺三号哈。亚光唇釉零幺三号和我们的药木唇膏零零三号，药木唇膏零零三号，这款是我们的药木唇膏零零三号的组合，给秋冬也注入了一丝灵动啊，赶走我们的沉闷感。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用零幺三 addiction 的亚光唇釉打底，然后呢涂一层零零三的唇膏哦，涂一层零零三的唇膏。好，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叠涂的是你刚刚说的我们的亚光唇釉零幺零和药木唇膏零幺幺，好不好？好，我先把它收起来啊。好，那这样，您自己来可以先把刚才涂的最早涂的这个擦掉，因为它现在时间有点久了嘛，然后我们重新给大家来上手试一下哈。这个也可以吗？不，这个、这个把这个擦掉，这一个，不好意思。那所以当它擦掉之后呢，可以吗？
good. 可以。当它擦掉之后呢，我们就来试亚光唇釉010号和耀墨唇膏011的组合。这个组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亚光唇釉010号和耀墨唇膏011号。好，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两个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来 ，the final one， 好，可以吗？最后的，来，大家会发现。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日杂风啊。我们010号的亚光唇釉呢是特别显白的那种棕橘色的调调啊，棕橘，对，哎，棕调的这种橘色，是的，棕调的这种橘色，最右边的这一个。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叠涂的是你刚才说的哪一个011的，对不对？011的。它这个颜色更偏红一点啊，大家看，它这个颜色，011的隐炫耀目，隐炫耀目的唇膏会更偏红一点，所以大家看一下叠涂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我们直播间前的宝宝们呢，也要动动你们的小手，多点赞哦，不要看这个叠涂啊，大家看得很入迷，对不对？动动你们的小手，点赞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啦，这个 OK， you finished 啊？是的，最左边的，是的，最左边这个，超显白哟。超级显白是不是？对，非常的显白，就跟我刚才涂的那一样，非常的显白啊。好，那其实呢还有更多的色彩需要姐妹们自己去尝试啊，要当他们自己这样去尝试去调色。我觉得说太多的是大家可能也记不住了啊，而且呢那个大家看得非常的入迷啊，也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点赞啊，动动你们的小手，双击屏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我相信你点的赞会比现在要多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啊 ，It's your show time 啊！那很多人都说呢，你是映照天才，所以刚刚他已经给 Addiction 啊叠涂了这么1、2、3、4、5种嘛，对不对？我们五种的叠涂大法，他的推荐都已经给大家呈现完毕了啊！首先大家要点赞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米卡为我们来做几个 pose。用这个 pose 呢来展示一下我们的叠涂组合好不好？好。哎，展示一下我们的叠涂组合啊。五个。你想几个呢 ？OK， 那我们当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好。一两个。好的，好吧。好。好。可以吗？准备好啊。好。我来说这个给你准备时间哈。好嘞。好，大家准备好啊，一定要点赞哦，而且要注意，你们是不是想截图了呢？准备好 ，Are you ready？ 准备。开始，这是可爱风是吧？第一个，好，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喜欢的小姐妹赶快截屏保存啊！这是帅气，这是帅气，潮酷，是稍微的，666666666，对。还有第三个好，就你们要是多多点赞的话啊，好，pose 已经来了啊，我不应该打断他啊。这个太酷了，可以是吗？最后再送我们一个吧，大家姐妹们，我看你们的点赞多不多啊？点赞不多的话就不让他送了啊，点赞要多的话，我们就让米卡再送我们一个 pose 好不好？可以吗？谢谢，我都不敢说话啊！感谢米卡，感谢米卡为我们叠涂的这几种组合啊。那还是那句话，除了这几种叠涂的方法呢，大家也可以完全来，有请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格去搭配，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搭配更多的叠涂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的抽奖环节了。我们还是要有请米卡为我们来喊三二一停，然后抽奖啊，辛苦你了。对，那首先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评论区输入什么样的关键词呢？各位记好，这个关键词会有一点点长哦。哦，真的。我们的关键词是，来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因为现在大家还沉浸在你刚才的 addiction pause 当中啊， addiction 叠足大法的 pause 当中。哎，我们给各位几个。给各位几秒缓冲的时间，我们的关键词是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哇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哎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对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请米卡抽取的是五名幸运的观众朋友，将会送给他们什么呢？送出米卡的签名照，好嗨啊，好开心啊，是不是？来，我帮你拿啊，好吧。好的。哎，送朱明凯的签名照。大家注意，我们评论区输入的关键词是什么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有请。哎，好的，大家准备啊，我看看。有吗？他们在准备当中。他们在说啊，好可爱呀，好可爱呀，好酷呀。你说，再来一遍。什么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对，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哦，还有的同学在打 mini set mini set， 那是上一轮的环节了，宝宝。我们这一轮的环节的关键词是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哎，亚光唇釉新涂法，哎，这一轮人也会比较多啊，我们一共有五个人呢，五个人呢。但我们这一次会一次性截取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哎，一二三四五前五名哈。addiction， 对，我来看一下 addiction 亚光唇釉新涂法。addiction 亚光唇釉来了，好了，啊，有，哎，好了，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可以吗？好，可以。三二一，听。我看看这是几个人呢？哦，一二三啊！现在屏幕上截到了三个人，那我们待会儿再来一次选前面的两位啊。好的。好，来，我来给大家画一下这三位同学。来为大家揭晓你们是谁呢？恭喜这三位啊！还有两位，别着急啊！我们一共这一轮会选五位送出签名照。会获得米卡的签名照一张。那请这三位中奖的观众朋友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为大家单独寄出米卡的签名照，同时也请提醒各位小伙伴，为了避免双十一的咨询量比较大啊，给大家带来不便，希望各位可以在明天12点左右联系我们的客服，好吗？这三位啊，恭喜。那另外还有两位，对不对？好，大家非常的开心啊，说又有机会了。我有很多。对。好，可以吗？可以。三二一，停。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截图当中呢有三位，但是我们只能选前两位耶。对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是谁啊？谁？哎，这两位，我画粉色圈圈的这两位，前两位，恭喜二位啊！恭喜我们这一轮的第二轮抽奖的五位哈，大家都请各位找我们的官方客服留下您的地址，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呢为大家送出米卡的签名照，恭喜各位，恭喜。好的啊，那。其实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收集到了很多大家最想知道的关于米卡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从中呢来抽取一些采访一下米卡，好不好？可以。我这里呢也收到了大家的很多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中国食物，或者说你最近吃到了什么样的中国菜？我觉得我最喜欢重庆的火锅，
你最喜欢重庆的火锅？因为重庆的火锅是很辣，还有我非常喜欢很辣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吃。啊，他很喜欢吃辣啊，我觉得跟直播间前面的很多宝宝们姐妹们应该都有共鸣啊，哇塞，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感觉啊，我喜欢吃辣非常的荣耀和自豪，因为米卡也喜欢啊。对，重庆的火锅非常特别，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想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之外呢，还想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奶茶。我觉得原味奶茶。原味奶茶，原味奶茶，原味奶茶啊，原味原就是原味的，原味口味的奶茶，确实是原味口味的奶茶呢，原汁原味嘛。那它的茶香和奶香呢，就两者混合起来，没有其他的添加物，会非常的醇厚啊。哇，米卡，你真的懂吃懂喝啊，非常棒啊，非常棒，美食专家。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奶茶配火锅绝配。绝配，所以第三个问题，我们朋友们的提问是，在没有工作安排的时候，你都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努力学习中文，我觉得，因为我想跟你们说很多的中文话。我跟你们说很多的中文话。跟屏幕前的宝宝们啊，对，他想跟姐妹们聊更多，沟通更多，所以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中文啊。哇塞，我有很多的中文课啊。你有很多的中文课啊。哇，太棒了。这么繁忙的同时然后努力的学习中文啊，想要跟姐妹们多多的交流。我觉得认真学习的男孩最酷了啊，这个也非常的这个为你点赞啊。为你点赞。那么第四个问题是，最近逛街你都买到了什么好东西呢？最近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去我最喜欢的衣服店，还有我买了新的那个夹克，那个颜色是有一点 green。迷彩，对，迷彩夹克。你买了一个迷彩的夹克，还有。我记得我在 Ruben 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的 Addiction 的产品，因为我非常喜欢 Addiction 的东西，所以啊，当然了，我们 Addiction 的品牌在日本也是非常的畅销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专卖店啊，柜台，我还有第五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好，你是怎么学会滑雪的？他们特别想知道。我是16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滑雪，还有我觉得我学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个滑雪。你学了一个小时滑雪就学会了？因为我在夏威夷的时候，夏威夷的时候，我经常会冲浪，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滑雪更很容易，我觉得。你在夏威夷的时候会冲浪，然后你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学会了滑雪，因为都是一样，差不多。你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啊。哎呀，再次感谢米卡的回答。那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姐妹们最关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啊。米卡最近有新歌吗？现在我没有新歌，但是我有一首翻唱作品啊，翻唱作品，还有大家期待一下吧。一定会期待的啊，他们都非常的关注。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来了很多的观众呀，那我们线上哇，这么多人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所以呢，你刚好说到这个翻唱的作品嘛，是不是也很想让大家期待嘛？那能不能就直接跟我们唱两句啊？多好呀，是不是？是不是啊？大家说对不对？请用你们的点赞啊，让我看到，让米卡看到啊！对，好的，可以，你酝酿一下，多唱一回。好的，等一下，我想唱两句是吧？我不打扰你。好的，可以吗？可以开始吗？可以，随时按你唱。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想听什么？弹幕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OK， 好，我有一个歌，好的。
可以开始吗？想看你滑雪吗？啥？想看你滑雪？我的滑雪吗？现在啊，想听什么歌啊？现在是想听什么歌？好好，我开始。你唱什么，他们都喜欢。Girl, girl, girl,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Since you've been away, oh baby.Any chance that you could stay right here? Never gone away. Oh yeah. OK. 哇，掌声鼓励一下。你们知道这首歌吗？这首歌是 Justin Bieber。啊 ，Justin Bieber 的。你们猜。答案交给你们了，宝贝们啊，可以在弹幕上来猜一猜啊，这是哪一首？我觉得他们可以猜。对啊，也可以来说一下刚才唱的好不好听啊？大家满足了没有？我相信你们应该很满足了啊。那我们说了这么久啊，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呢，也要到了今晚的最后环节了，就是我们的 addiction 实验室。今天的实验室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不沾杯测试。哎，我们的唇妆的不沾杯测试，那我相信这一次持妆的效果一定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因为我发现咱们两个一直在这里说哈，我们都没有机会来喝一口水啊，刚好对，你可以喝啊，行啊，对，而且现在天气也非常冷啊，我们就要多喝热水。那喝热水的同时呢，姐妹们就往往会有这个沾杯的困扰。那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在 addiction 实验站当中来测试一下 addiction 的持久力度和显色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尤其是我现在上妆也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我先来喝一口水好吧，允许我喝一口水，我来看一看我的口红会不会沾啊。好，好。哇哦，真的。杯子上看不去口红影，没有。我都不忍咽下。很厉害。哇，真的。我们所以呢，这就证明了我们既有感性和理性的一面啊。我们感性的一面，我们希望给到大家各种各样的风格，不限年龄，不限国籍，能够让各位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呈现。但我们理性的一面呢，就是我们 addiction 采用了颜料高配合也能美丽显色的分散技术，因此也会格外的鲜艳。我现在的口红状态也还是非常好的。另外，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唇釉会通过使用触变性质。质地能水润延展的同时，又形成均匀的一个化妆膜，能形成一个化妆膜，呈现高显色，同时又很长久持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正式测试的环节啊。刚才只是小试牛刀的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们来看一看30秒不沾杯测试的情况。我现在要邀请米卡，你来为我选一款好不好？你来为我选一款，你心仪的颜色。当然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101号，101是吧？你是偏爱了啊，101号，是的，这个，哎，101号，你是偏爱，你是偏爱了。好的，那你选这个，我就涂这个，没问题，我就涂这个，对。我来补一下我的唇啊。我们经常在外面逛街或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女孩子都要补唇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补完唇之后呢，仅仅用30秒的时间，然后就去喝水，它会不会沾杯呢？好紧张啊！我现在好紧张，好兴奋。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来补一下啊。但是我没有镜子啊，我们的化妆包里面有，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我们的化妆包里面，打开之后、对，它会有一个小镜子，哎，方便我们补妆啊。哇，屏息静气是吗？好，我已经涂完了啊。那现在我们会有30秒的时间，对不对？在这30秒当中，对，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也可以帮我计时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在30秒之后呢，仅仅用30秒，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抹上的这个101，它会不会脱，会不会装，会不会沾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哎，我现在是不是不应该说话？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雾气，我的雾气可能会把它打湿，对不对？但是这么厉害，但是我感觉它现在已经应该已经没问题了啊，不喝吗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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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就来试一下啊，没有关系嘛，是吧？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我们 addiction 的这个不脱妆不沾杯的。嗯。哦，真的没有，没有。只有我喝的水印。嗯。所以真的是成膜超级快速啊，嗯、一样不沾杯，就三十秒的时间、嗯。我感觉我刚才都没有三十秒吧。嗯。啊，三十秒的时间也一样不沾杯，优秀的不沾杯能力，你说？我们作为女孩子哈，我们怎么会拒绝呢、嗯、姐妹们，所以现在大家赶紧加入购物车啊，趁我们现在应该还有这个超值福利的时间啊，我们大家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周边、嗯、啊，前300名购买隐炫耀目唇膏两支的，我们会送明海的人形立牌，前300名购买两支隐炫耀目唇膏，对，我们会送立牌啊，同时呢还有前300名购买隐炫晨露光焕唇油的，哎，我们的唇油啊，我们还会加送一套明星贴纸，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我觉得真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快到直播的最后了，先到先得，送完了就没有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周边啊。好的，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再把话题转向米卡。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米卡的更多东西啊。我们知道米卡是一个时尚达人啊，时尚哦，你哦，时尚的表现力那肯定是绝绝子啊，这个毋庸置疑的，不用哦，他很谦虚啊。那日常的私服搭配呢、嗯、也是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是红榜的常客，比如今天就很帅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帅你就要多多点赞啊，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点赞、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想看看米卡什么样的唇彩唇妆会适合什么样的服装呢啊、嗯、对，所以我们今天会增加难度，给了你几个关键词，我们看看你能不能够根据关键词为大家搭配一下、嗯，哎，这几个关键词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几个词啊。嗯，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伪素颜，这个关键词。伪素颜。伪素颜，对，素颜，你知道什么、什么意思吧？对吧？就是那种、我化妆了，但是我又看不出来化妆。哎，提气的这个提气色一级棒。嗯。我看不出来化妆的那种轻薄的感觉。那米卡，你觉得如果是为了素颜必备的话，应该选哪一款呢？嗯、我觉得。The Addiction 夜光唇釉001号，001号，对啊，嗯，001号很刚，001号跟002号是这个，哦，它旁边的这个，002号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嗯，是非常温柔和可爱的感觉。啊，对，001号和002号是非常温柔可爱的感觉啊，非常适合素颜。嗯，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在001号和002号 Addiction 亚光唇釉这两个颜色方面呢、嗯、都是比较青春亮丽的这个亮色调，特别的适合春夏这两个季节涂抹，就是你涂上感觉就瞬间回到了篮球场上。嗯嗯，对吧。好，那我们第二个题，第二个关键词是慵懒感。嗯，慵懒感，对，这跟第一个词差别还挺大的，第一个是伪素颜、啊、是吧、嗯、第二个是慵懒感，那也是跟现在的季节比较合适，就是我们马上要到秋天啦，冬天啦，是吧，一下子这种慵懒的感觉就出来啦、嗯、慵懒感呢也会有一种非常暖暖的感觉、哦嗯、那你觉得哪款颜色啊，或者哪几款颜色比较适合慵懒感这个词呢？我觉得 Addiction 的哑光唇釉的016、嗯啊，016号，016号、哎，嗯，和017号啊，有一种自在温柔的感觉，啊，也就是这一款和这一款啊，嗯、这两款，哎，对，对他们俩有一种自在温柔的感觉，嗯，哇，这个词自在温柔的感觉，就是那种法式浪漫、啊、法式温暖柔情的风格啊，米、卡真的是非常的会选啊，非常的会选。好，那说完了这个关键词的挑战呢，嗯，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嗯，我们这一关叫做，你应该听过啊，叫1、2、3木头人游戏。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哎、木头人，木头人、那有一点像什么呢？最近大火的鱿鱼游戏啊，是不是？鱿鱼游戏。嗯。不过我们的歌曲呢，会比他们更加的充满激情、热情。嗯。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我们的歌吗？嗯，热情。嗯，激情，热烈。什么歌？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
Wonderland. 哦，你们知道吗 ？Wonderland Party。啊 ，Wonderland Party 啊。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嗯，而且这个也是今年七月份发行的新歌啊。嗯。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Into One， 这个我们的新歌，还有我们 Into One 啊。所以这场游戏的规则是啊，当我们的Wonderland Party 这首歌音乐停止的时候。米卡呢要拿着一个，我先给你一个哈，要拿着一只唇釉保持一个动作，不能动。嗯，但这个动作不能动，不能动。哎，但我相信你的这个动作会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帅气。因为我们米卡就是时尚界的映照小王子，这对于你来说就是小意思啊，必修课，对不对？好，明白。哎，就是我们的必修课啊。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不要给你准备的时间呢？来想一想，待会儿停下来的时候，你要摆什么样的 pose 呢？好，那么大家也要给大家一点准备的时间啊，也要给大家一点准备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截图，他们肯定会截图的。哎，好，好。我准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准备开启木头人游戏了啊。好，大家准备好啊。嗯，我可以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也可以打一个666，准备好也可以打一个666。好好的，什么 pose？ 什么 pose？ 帅的 pose。 那这次我有一个权利，我来喊三二一停吧，好不好？嗯，我不喊三二一，我直接喊停。啊，好好好，快的，好，准备好了吗？我看看啊。好的，准备点赞啊，姐妹们。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播放音乐《Wonderful Land Party》。绝对永远不会排队，不醉不归，跟你见面也自睡。停。不要笑，不许笑。快速进入游戏状态啊，快速进入游戏状态，真的好厉害啊，尽管他换了一个动作啊，但是时尚大片的感觉真的是被拿捏的死死的，真的。是你待会儿我们看看姐妹们的评论啊，看看他们的弹幕单，你就知道你刚才的状态是有多棒了，快速进入这种映照的状态啊。而且真的是米卡一直都是以特立独行的这种潮酷的混合行走时尚圈啊，那这一次呢，刚才你在手上拿着我们的亚光唇釉，也是把 Addiction 拍出了潮酷的特色啊。嗯，谢谢米卡。刚才大家都截到了吗？大家都截到图了吗？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哇，人太多了啊，我这经常要点 对，经常要刷新一下。对，人太多了，经常要刷新一下。然后大家发的弹幕也是始终都在往上滚啊，大家双击点赞啊，多多支持我们的直播间，支持米卡。好，那么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其实还是迎来了最终分别的时刻，有点不舍呢。那今天晚上呢，在这里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感谢米卡，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互动啊，惊喜的好礼啊。所以在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之前，我们还会有最后一轮的抽奖活动送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流连忘返啊。那么最后一次的抽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最后一轮的抽奖，我们将送出10份的米卡的人形立牌，10份的米卡人形立牌。那我们的口令是什么呢？请大家在弹幕，在我们的评论区输入我们这一轮抽奖的关键词。亚光唇釉 YYDS、亚光唇釉 YYDS。 我们有10份人形立牌，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抽奖会分为5次，让米卡来喊三二一停。我截图的时候呢，就会截到我会圈出来我每一次截图的前两个人啊，大家清楚游戏规则哈啊。那前两位，每一次截图的前两位就会获得米卡的人形立牌，人形立牌。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哎，好了，他们的弹幕已经上来了。对，哦，有亚光唇釉 YYDS、亚光唇釉 YYDS， 这是真的是亚光唇釉 YYDS 啊，我们 Addiction 的品牌。好，那么这怎么中间还有插播呢？亚光唇釉 YYDS。好，
哇，可以，这个速度太快了，真的，我觉得我压力好大，现在我觉得我结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把第一位同学第一位姐妹，比如说最上面的那个刚好结一半，那是算他不算他，那肯定要算他，对不对？只要他能显示的出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能看清咱们就算他啊。好嘞，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我来等候你。好，米卡的指令，不要急，大家好，我们分五次呢，每次抽前两位，标前两位哈。好，好，可以吗？可以。三二一，停。啊，这两位啊，我来给大家画出来啊。我来给大家画出来，大家继续刷啊，大家继续刷屏，我来给大家画出来这两位。哇，我好紧张啊！我结，对，我结的时候，因为我怕把它、好，首先呢，我们前两位啊，在这十个人心立牌当中的最前两位是这两位朋友。恭喜这两位，恭喜，请大家联系我们的客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15个工作日内为您单独寄出米卡的人形立牌。同时也提醒各位啊、明天12点左右请各位联系客服，因为避免我们双十一啊、咨询量非常大啊，给大家带来不便啊。好，那我们继续好不好？继续，这第一轮，然后第二轮啊，来，三二一，听。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但是他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谁的，所以我还是要画出来他。因为我要切换哈、我要切换屏幕、所以会稍微有一点等候时间。好，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两位，这上面这两个，现在的这两位，你们看到，恭喜二位，恭喜恭喜，也是一样啊，请两位要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为您单独寄出米卡的人形立牌。也提醒这两位小伙伴哈，还有前面的各种小伙伴，我们明天12点的时候联系客服啊、不要等到双十一期间，我们这个店铺的客服咨询量会非常非常的大，到时候以免给大家带来不便啊、明天12点尽早联系我们的客服。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这第三轮了啊。前面已经四位 OK 了。三二一，停。我来画出这一位和这一位，中间有一位关注主播的。是不算的哟，我们说过了，要亚光纯佑 YYDS 正确输入的朋友的前两位啊。那是在这两位，好，这两位第一位同学，姐妹你用力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因为马上就要滑过去了，所以他现在比较浅啊，也是请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在15个工作日内会为您单独寄出啊。恭喜你们。再次恭喜。好了。好，这已经是第三轮了，我们还有最后两轮、对不对？三二一，听。要吓死我。吓死我了。哎呀，我没把它盖上啊，我画它一下。好。这两位。啊，画粉色线，粉色杠杠的啊，粉色杠杠的两位，恭喜二位，恭喜你们，恭喜二位。好，最后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准备好了，最后一次，准备好 OK， 好，三二一，停。我来画一下啊，这两位，来这两位啊，哎呀，他为什么好难画？哦，好，老师您就这样看一下，我就不放大了，节省时间啊。前面这两位，
恭喜我们以上十位观众朋友啊，请大家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为他们寄出米卡的人形立牌一份。同时也提醒各位小伙伴，大家在明天12点的时候联系客服啊，以防我们双十一期间的这个咨询量比较大，给各位带来不便。好，再次感谢米卡，再次感谢，感谢你啊。非常感谢米卡来到我们今天 Addiction 的直播间，当然了也要感谢我们直播间前的所有的姐妹们的支持和陪伴。那今天晚上我们的明星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拜拜，拜拜。